没有。他不会畏罪自杀什么的吧？哎，那边好像有人投河自尽了。啊，真的？那么赶快过去看看吧。啊，快走，快走，走走走。记录一下，请问是有人出事了吗？出事儿？小伙子别担心，只要我们一起努力，这灞河的水啊一定会更清的。走走吧。这风缓缓吹过记忆落空，没人能懂我的痛，在无尽的黑夜空之中，多想抱紧你在怀中，想起你的微笑和你任性的时候。早点休息。其实我有人群恐惧症。我一直都想努力的克服，我有吃药想让自己冷静下来，没想到搞砸了你的发布会。对不起，尤老师。没关系的，这根本就不是你的错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做家教吗？因为我的梦想就是做一名老师，但是因为人群恐惧症，所以。我每天都告诉我自己，只要再坚强一点，只要每天再努力前进一点点，总有一天我一定可以站在讲台上。可是于老师，我搞砸了。一定会好起来的。